好，我是 Zebra 斑马。今天呢，进行到了我们腿部的升级训练了。那今天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关于腿部最终的一个训练方法。那首先也一样呢，是进行一个热身的运动。现在先跟着我一起来一个前踢腿，吐气踢起来，吸气下，非常好。我们进行一个腿部的一个热身，吐气，原地的一个踢腿，非常棒。再来三个，一、二、三，换腿，一，不要你提得太高了，尽量你的盆骨放正，不要翻胯就可以了。三、四、五，非常棒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进行一个腿部的简单热身之后呢，开始了我们的第一项。首先打开我们的 APP， 打开计时器。OK， 第一个动作呢是一个保加利亚的深蹲，将你的一侧腿放在轻轻的放在一个凳子上或者是一个平台上，将你的膝盖往前打开，蹲下去的时候，背脊尽量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，垂直向下，身体竖立的起来。起来的时候尽量手是一个放下的状态，蹲下是上举的一个状态。 OK， 走，一，吐气起来，二，非常棒，三，很好，四，加油，五，非常好，六，重心腿在你的中间。 OK， 换腿，尽量中心保持在你的中间，吸气下去，吐气起来，非常棒，加油，将你的臀部和腿部发力。 OK， 休息一下，休息十五秒。下一个动作是进行一个弓步后踢腿，一样的是将你下弓步的时候向后踢的同时，身体向斜四十五度角出力，手叉腰，一定要站起来之后再踢腿。 OK， 先做左脚，一、二、三，站起来之后踢，五、六，加油，七、八，非常好，再来换只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很好，八。OK， 休息十五秒。接下来的动作是一个简单的开合跳，三十秒开始，一，吐气，加油，腹部收紧，很好，坚持住，很好，加油。OK，休息十五秒。接下来的动作是一个站姿的提重，我们可以平时空手做的话就成前平举的同时侧平举，将你的脚尖朝前颠起来的感觉。 OK， 我们平时如果有负重更好，加大难度才能达到最高效的训练。吐气起来，吸气下，将你的脚尖朝前，脚腕稳定住，将你的小腿进行一个踮脚的一个集中，吸气，吐气，感觉到你的小腿一个紧收的感觉了。 OK， 休息十五秒。接下来的动作是一个侧卧的大腿内收，将平躺在你的垫子上，将你的腿大腿放在你的后侧，进行一个抬腿的动作，吐气，吐气起来，停住，放下，吸气，你会感觉到你大腿内侧在发力，很好，感觉到你的大腿内侧在发力，非常棒。换腿，你会觉得今天最后的一个升级训练，会发现你的腿部的每一块肌肉都已经运动到了，包括你的大腿外侧、内侧，还有你的外部，
内部还有你的小腿都得到了很大的刺激。吐气起来，非常棒，加油。OK， 接下来是一个心肺的训练，休息十五秒，最后一个深蹲跳，蹲下去的同时跳起来。OK， 休息，准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重心稳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， 休息一下。接下来是一样的，我们的一个保加利亚的深蹲，将你的腿抬到你的一个高处，找到合适的距离，吸气向下，吐气起来，吸气下，加油，吸气，换腿，一样的是找准你的重心点在哪，吸气下，吐气起来。加油 ，OK， 休息十五秒。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我们的一个弓步后踢，弓步后踢腿主要是锻炼到我们的大腿后侧，每个肌肉群还包括我们臀部。准备，走，吸气下，吐气起来。站起来之后再踢，注意保持膝关节一直保持微微的弯曲，非常好，换腿。OK， 休息一下，休息的同时下一个是一个开合跳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开合跳一样的是重心保持稳定，休息一下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吐气，很好，加油，加油，非常棒。加油，现在已经在快速的燃脂了，非常好，加油。 OK， 休息十五秒。接下来一个是我们的站姿的提重，主要练到我们的小腿肌肉，看到我们的小腿肌肉呢在踮起的同时达到一个紧收的感觉，再加上手臂的负重，吸气下，吐气起来，注意你的脚腕关节一定要稳住。非常棒，可以看我们的小腿后侧，吸气下，吐气起来，加油。 OK， 休息十五秒。还记得我们的一个大腿内收，将你的腿部放直，脚放在你的大腿的前侧，然后挤压到位，再慢慢的放开，吐气起来，停顿，慢慢放开，你会发现你大腿内侧肌肉在紧收，吸气下，吐气，很好，加油。
不需要你每个动作做得过于的太快了，一定要找准每个动作的精髓在哪里。OK， 换腿，我们换一只腿，小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保持一个身体的稳定，五、六、七，非常棒，八、九，最后一个，停住，十，停住。OK， 非常有感觉。下一个一样的是一个深蹲跳，最后一次了，大家跟着我的节奏，调整呼吸和心率，走，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往后坐，八、往后坐，九、十，加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， 今天训练就到这里，咱们下面慢慢的进行一个拉伸的一个过程。将垫子摆好，然后在沙发上或者是垫子上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拉伸。将你的手放平，脚放平，慢慢的将你的双手抬起来，调整你的呼吸，双手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，非常棒。然后再向前，拉住你的脚跟，紧紧的贴紧你的腹部。调整呼吸。如果你觉得双脚有困难的同时的话，你可以单脚，将你的腿打开，单脚放在前面，吐气向下勾脚，拉伸你的大腿前侧肌肉，OK， 我们换一个方向，吐气勾脚，非常好。一样的再拉伸一下我们的大腿外侧，吐气向下延伸，尽量把你的盆骨放正，吐气，深深的呼吸，保持一下，将你的臀部的外侧和大腿的外侧进行一个延展和拉伸。OK， 我们换个方向，将你的盆骨放正，尽你最大的努力向前延展，即便你达不到一个非常平整的状态。OK， 再教大家一个平躺的一个动作。平躺之后，将你的脚往你的右侧，你的左侧，将你的手往你的右侧打开，进行一个反方向的延展，这个手可以帮助它挨到地面。尽量将你的右侧的肩膀放在地面，不要离开地面。将你的左侧的大腿向另一侧延展。非常好，我们换个方向。尽量贴到地面，非常好。OK， 我们拉一下大腿的前侧肌肉，一样的将你的双脚成一个工字形打开之后，将你的胯坐下去，然后拉开你的一个后腿，慢慢的向你的臀部方向延展，脚尖朝前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对，非常好，保持一个舒展的状态，拉到呢你的是大腿前侧的肌肉，尽量将手往里带，
收紧之后我们再换脚。一样的是，脚尖朝前，膝盖不超过脚尖，坐胯，拉开你的脚，慢慢的向你的臀部中间进行一个延展，你会觉得你的大腿内前侧肌肉会有很大的拉伸感。调整呼吸，坚持一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吐气放下。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我们电视机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 FaceTime APP，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我是 Zebra 斑马，再见。